有期望啊，因為好耐冇咁嘅類型嘅黑社會片出現過啦嘛。咁所以大家都一我同啲朋友講，話喂我拍雜誌喎，哇正喎、啊，即係佢好多年前都睇過雜誌一，咁佢都話佢覺得好有味道，即係好唔一般嘅黑社會片。咁喂我哋今次再拍咧，又即係去翻嗰個年代，拍翻嗰陣時嗰個黑社會背景嘅嘢咧，嗰、那個情懷係即係幾得意嘅。以前細個自己睇，而家自己大個自己再拍翻。咁、會包場啊，或者係借票先？借票就梗㗎啦，呢、這個係必然㗎啦。包場都會考慮嘅，係啊，因為阿波哥好多 fans 噶嘛。點解又係我呢？多 fans， 你冇話？都會考慮嘅。你呢？佢哋包完先。大佬先包啊！佢哋包完先賺錢啊！唔係，我哋包咗，跟住請大佬嚟睇。係，我哋好有義氣噶嘛。即係你包啦。冇所謂啊，話點就點啦。最緊要包完場之後，去佢餐廳度食飯。係啦，食飯咁樣就 OK 啦。你有時間咩？你唔使翻內地咩？有時間。啱啱忙曬內地嘅嘢。係。係啊。但係即係周圍飛咯，依排都係又去做一下啲商演啊，又去做一下拍一下啲其他嘢啊，跟住下個月又要準備開工啦。都有時間射掉嘅。有嘅，有嘅，有嘅。下個月拍咩啊？下個月應該如無意外就要拍法證啦。係啊。法證六。我六噶啦。六噶啦。咁就六噶啦。他們跟我談故事就是那個鐵三角一定在那裡，那個蔡傑和 Ben 在那裡，其他他們還在量，因為他們今次想量一些特別一些的案件去拍，所以他們現在很鑼緊鼓地去籌備那些故事，但他講的故事給我聽挺特別的，就是挺不一般。我都是瘦曬呢個咧，就真係我都冇諗過咁快嘅，因為我本身瘦咧，咁快瘦，因為本身我諗住你咁快結完婚咁快瘦曬，嗰個有咗又瘦咗啊！嗰個瘦咧本身係諗住準備下年一月嘅，即係個導演同我講話想即係下年一月嗰套電影想我好瘦好瘦好瘦，咁我就遲啲先講啦，呢個就總之好瘦啦，咁我就咪開始試下又嗰啲168啊，又做運動拍，又跑多啲步啊，咁但係好快就一個幾兩個禮拜就要重一聲跌咗落去啦。係。係啊，咁瘦幾多啊？而家瘦咗都八磅至十磅，係啊，兩個禮拜到咋。哦，好犀利喎！係啊，兩個禮拜到，即係唔夠兩個禮拜添。同埋我自己本身腸胃又唔係咁好嘅，再中間又有啲腸胃炎咁。係。咁時間應該唔會成為你最愛啦。咩啊？咁你方面嘅時間會係你嘅最愛定係咩先？減肥方面，佢唔係我嘅最愛。你唔係最愛啊？哦，我障礙佢係冇障礙啊，佢都有煮嘢俾我食嘅，咁佢就煮多啲。煮啲嘢腸胃炎。哇！你呢個問題含我於如果我諗清楚點？感情唔得先應該起考驗啊！我一日都有我要食。我唔敢，我一日食幾餐嘅，咁其中有一餐係佢嘅，係啦，所以就唔好話一定係佢，係啦，一定係啲外賣問題啦，唔係佢嘅，補翻句先。咁你幾時開工啊？我應該下個月。下個月啊？即係跟住我休息放假。係啦。拍戲啊！電影嗰度，出去玩下先啊！因為好似我最近個旅遊節目個反應唔錯，係咩？希望佢哋中意睇啊！即係其實幾另類嘅題材。Encore 啊？咩叫 Encore？ 即係再拍。我再拍，我未有嘅，啱啱先播啫。咁播完睇下佢哋，因為原本都想拍多幾集嘅，咁但係個時間問題啊，咁啊變咗濃縮咗先。而家幾集啊？而家五集啫。本來多啲嘅，變咗可能如果係反應好嘅，可能拍多另外一個。咁所以邊度啊？今次日本，下次咧？冇所謂啦。你自己想咧？即其實係想一啲比較特別啲，唔一定係血拼啊，係一定話啊咁，即係吃喝玩樂咁樣。即係而家呢一個係比較另類少少嘅題材。